没想到我又去看了一下粉丝们的倍数，我勒个乖乖，25000、24000，哎呀，真的是有点扛不住啊！不过今天我们就让粉丝来带带我这个萌新玩家吧，看看有哪些粉丝在线，我们随便选一个来吧，小伙伴们起飞吧！第一把的话，我们迫不及待来到这里，把这个箱子给打掉。好，我们的粉丝没想到转角遇见敌方两个，直接被秒。而我这边的话也赶紧撤退，哎呀，撤退不及了，也直接被秒了。我勒个乖乖，第一把实力我们竟然输了。没事，第二把再接这里，粉丝被秒之后，我在这里直接遇见，哎，直接把他给秒了。哎，没想到我自己也被秒了啊，这就非常离谱了哟。好了，今天我就不信了，第一次带粉丝双排，然后哎，这怎么藏在这里？有个家伙把我给秒了啊！没事，第四把必寻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还是算幸运的哈。现在只剩下两个队伍了。由于这边队友非常给力，加上我也是非常给力的哈，已经进入决赛圈了。好了，这里转角遇见敌方，哎，我们先在草丛里人他一波。没想到我们的队友被秒了。好，我现在也把敌方秒了一个。先别慌，先别急，这里有一个我们在草丛里人他，他要过来捡这个，哎，直接赶紧打倒，哎呦，漂亮！终于不是我们的队友，不是我们的粉丝带我超神，而是我带他拿的了第一名，太 nice 了。